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Legend 旗下的椰子油，它是从菲律宾进口，拥有 USD 有金认证、IDCB 哈烙证书、GMB 和 HACCP 认证的初榨椰子油。重点它是冷压，无精制，无漂白，无除味，无发酵，无胆固醇，无基因改造的初榨椰子油。简单来说呢，应该有的都有了，相比和市场上的其他品牌可以说是大同小异。从价格来比较呢，一瓶1000毫升的 Legend 初榨椰子油才卖50令吉，其实是偏向划算的。哎呦，买这大罐喝不完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因为 Legend 初榨椰子油呢，它适用于外敷和内用。大马有大约28%的人口面对着皮肤干燥的困扰，这时我们的 Legend 初榨椰子油就能派上用场了。因为椰子油本身能起到保湿的作用，而里头的月桂酸呢，还能起到杀菌的功效，非常适合涂抹在干燥的皮肤上，并且达到止痒的效果。除了干燥的皮肤之外呢，干燥的头发也非常适合哦。近年来酮饮食越来越普遍，椰子油里的中链甘油三酯容易被消化并且转换成能量，所以在清晨里我们可以用 Legend 椰子油来冲一杯防弹咖啡，让我们充满活力一整天。另外 Legend 椰子油也适用于热爱生活的人，比如说用椰子油搭配果酱涂抹在烤面包上，也可以淋在蔬菜沙拉上，或者加在酸奶果汁里。要是实在太忙，就直接吃一勺。Yummy。由于大马的食物偏向高淀粉，很容易造成便秘，而 Legend 椰子油拥有促进肠胃蠕动的功效，可以轻松的帮助排便。所以，当你在店遇到皮肤、头发干燥的他，正在酮饮食的他，或者热爱生活的他，又或者被便秘困扰的他，向他们推荐这款 Legend 椰子油吧。